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我的天哪，老鼻子眼了，咱们不惧他们啊！特意开的全麦啊，别看我，别问我为啥开全麦，特意开的。谁知道我在这？除非他是透视啊。又来一个，就在这儿。往哪跑？错没错？我就问你错没错，小嘎嘎啊，赶紧喝药。呀，过来了，突破围墙了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玩活，换回 AK， 太刺激了，是不？哎呀呀，打起来了，好像就剩他一个了啊！啊，俩人啊。看到吗？玩火全灭啊，艾日城全灭，我一个人一个人灭掉整个艾日城啊，牛不牛叉？可辣着不可辣着？我是自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，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